艺术创作就是做美好的东西啊，自己喜欢啊，别人看了也觉得美啊，这样子可以使人生快乐一点吧啊，艺术范围很广啊啊，所以不管是美术啦、工艺啦、音乐啦、舞蹈都是一样的事情嘛。做任何做艺术工作的人他都是很辛苦的啦啊，因为艺术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说那么简单，就是一下子能够达到某一个境界，所以要这个从基础开始，而且要接触到很广的各种人文啊，这个美学的这种基础啊，然后才能从事你要做的那一个啊艺术的这个项目。有时生命是一个定数，往哪走都已注定。从小就喜欢画画的苏世雄老师一直是学校的绘图高手，高中毕业后考进了师大美术系，在一次的陶瓷工厂参观见习中烧了生命中第一个陶瓷，自此埋下了内心对陶艺创作的种子。若说画画是兴趣，做陶是更深的兴趣。我常常讲一句话，说做陶的人没有眼泪的，因为你的所有的付出成果要在你开窑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如果你的作品如你所望希望的啊，那么你会快乐，那是比什么都快乐。可是如果有缺陷或者不如你的当初的想法那么美好，那你会很痛苦。那么我烧坏的作品，其实我们做陶的啊，常常会有这个瑕疵的作品，通常就是把它打破了啊。当然你想想看，你花那么多时间，尤其我这个工作一件作品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做，可是效果不好或者出了问题，你要把它打破啊，那时候心是很痛苦的。所以以前刚刚要打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哈，这个眼泪都会流下来，后来就没有眼泪可以流了啦。自己要超越自己嘛啊，不好的东西就是要把打破嘛，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做成这种状况会减少到最少。那么在我做的最近的作品大概都是以雕釉为主，这个雕釉的技法是我想在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人做这种技法啊。这个技法其实也是从传统过来的了，因为中国以前啊有一种瓷桌窑，这瓷桌窑它有一种把釉呢刮掉来跟这个底色产生一种对比的颜色，这种技法。不过他们大概都是一个单一个颜色而已了啊，那么我这个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中国的雕漆漆器，中国人漆器，中国漆器做法很多，其中有一种就是所谓雕漆，它也是上很多层的不同的漆的颜色，然后再来刻，再来磨啊，哎，那可是呢，这个雕漆它颜色就是那个样子，它就是雕完了就是完成了。磨的让它表面啊亮亮的啊就可以了。哦，这个还要烧啊，那么这个因为还要烧，就产生很多不同的跟传统的雕漆不同的一些困扰产生。比如说我们的釉药，它会融合融化，它会流动啊，上下两层颜色，它会互相部分还会融合。严重的话，它整个融在一起了，整个流成一堆了啊。所以
必须要经过特别的一种配釉的方法。那么这个是我的雕釉的这种技法里面最困难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差不多花了前前后后，后来想做这个雕釉，前前后后花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啊，最后才算是能够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才能成就我现在的这种计划。当然鼓励最大的，其实老实讲是金石鼓励最多的是我老婆。我老婆她是画画的，她是画油画的啊，她一直鼓励我说一定要朝自己的方向去做啊，不要老是跟着啊人家会做的啊，你也会做啊，你会做的人家也会做，这样子你大家都在同样的一个平台上的，要啊，年纪也不小了哈，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独特的风格出来，所以我太太呢哈，对我的鼓励倒是很大。老师他本来是画油画，而且也画得很好，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油画的创作，那我一直觉得说艺术在油画的那个艺术的一个领域里面是要独树一格，是相当要相当付出相当代价，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说陶艺也很有趣啊，我们那时候因为老师喜欢工艺类的东西，那我们那时候两个一起聊一聊，他说那我们来想想说不然做陶艺或者做玻璃，后来还是选择做陶艺，因为陶艺它还可以在某一个时间内终止，就是说有工作的时候可以终止再继续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做陶艺还是一样跟现在他们所做的就比较传统的，那时候他我觉得他蛮挫折的，可是他有一些比较雕塑性的大件的作品我觉得很好，那本来我也在跟他说不然就往比较雕塑性大件的作品发展，可是他一直觉得说他想做一样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后来他自己在传统艺术里面雕漆的部分他得到一个灵感不错了，想出一个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的作品，那一定是能够走出自己一条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哦，包括在说他其实对小孩哦，对学生的包容其实很大。哦，我的父亲跟母亲他们都从事创作这条路，他们其实并不觉得说，他们都觉得说创作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路，包括说你不只是在一个技术上面哦，我们在讲说像我做金属工艺那一个技术上面的养成之外，那创作者很多时候你必须去面对的是自己内心的跟生活跟自己的一种对话，在走创作路。我很感谢的是说，那我是年轻的一辈，那我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关卡，在创作上面也好，在想法上面哦，在生活里面，那他们也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帮我带过我走过这些关卡，这也是我觉得说有一个作为创作以创作为志向的一个父亲，他能够给我有别于说当我今天我的父亲不是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他可以他必然给我很多的一个支持跟带领。我觉得花是一种生命的象征啊，那么他从这个花蕾到盛放那么它的美不只是说心理上的一种
这个喜爱，他在造型上他合乎很多美学的原则，比如说他的对称啦，他的层次啦，还有他的色彩的变化等等，这都是一种很漂亮的、很美的，适合于作为我设计的一个素材。我因为喜欢收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陶艺的这个作品哈，所以我的作品刚开始呢就是把这个传统的这种造型就是从拉胚开始做起，后来也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有这个属于纯造型的比较稍微现代化一点的这种风格的作品对传统比较执着，所以后来就比较偏重于这个传统的这种造型风格至于我的表现呢，除了造型以外还是因为我以前的这个底子美术还有设计，所以我对于造型跟这个色彩，特别是视觉的效果呢非常的重视。其实老实讲我在读师大的时候，因为当时台湾经济很不好也很早嘛，民国44年就开始读了嘛那我在读师大的时候都去打工，我打工是在三重市吧现在的一家这个印花布工厂打工，开始呢都是做一些调色的工作，后来呢，老板就说：“你学美术的你来做配色的工作，就是说一个图案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配色那么就做这个配色这整个工作。”所以有人说：“我这个现在的作品好像跟印花布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事实上是有。从那个时候就已经训练出这个图案的排列还有色彩的设计。对苏世雄老师而言，艺术的学习是一辈子的事，生活就是艺术，多看多听多感受是创作进步的来源，以此自立也鼓励他的学生。其实我在学校教陶艺教了将近30年专业的来教也有25年以上那么我的学生非常的多，但是我都是教导他们一些这一个方面的必要的知识计划这个甚至于还鼓励他们不要只是在学技巧技术，你应该要多看培养你的审美的能力。我毫不吝啬的我所懂的我都教他们，你要把必要的东西教他，可是呢你要让这个学生自己去走出一条路出来。我们都会称他为苏爸或者说苏爸爸，那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像是一个严父一样，那可是他在对作品上他有他的坚持，那我是觉得苏世雄老师他在这一块的方面呢，他不管是在教导我们他都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他对于每个学生他所学的他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教导，并不是说他都是一个统一技法或技巧去教授，他会针对这个学生他目前的一个程度然后去做一个改善。最近几年也陆续一直拍苏爸的作品，我都称呼他苏爸，那个拍摄的过程这样的话一直也接触他很多的一个作品，那从
从那个作品里面去感受到这个书法他那个人对事情的那个创作的那种态度是很认真跟负责，其实可以从他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那比如说他的作品很多元，然后有时候从他的色彩的丰富啊，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像生命的一种宽度啊，还有他因为他人生阅历也蛮丰富的，然后对于专业的认知哦，其实他的底蕴很深。老师平常他有常常指导我们，就是你平常要多看多学习，然后要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与众不同。他到现在，他以他的年纪，他常说：“我现在78岁了，我这一生还是继续要跟时间赛跑。”所以我想他应该是不会退休啊。他因为他每天这样用心用力在创作，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费工。那这一点我是希望说给很多老师的学生啊，应该是这一点很值得学习。这个我们住在一些台南那时候住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市区啊，就类似像台北的万华那样子的，那么有很多手工艺店，那么做这个竹的这个纸环子的啊，灯笼的啦，很多啊，都是常常看到这个天都黑了回家挨嘛，那些都跟我现在的兴趣就是一种连贯啦。年轻时想收集古董，因为经济因素难免有生活上的压力，渐渐的生活变好，古董收集也带来生活的乐趣，更提供了老师陶艺创作的灵感。30几年前就很喜欢收藏台湾民俗文物啊，那个时候当个老师啊，而且在那个时代你做陶艺是自己的兴趣，对不对？也不是说能够开展览会卖什么作品啊，所以常常喜欢那些文物啊，那些古董啊，但是没有那么多钱啊，学校薪水也要养家活口啊，所以就是想起说有时候喜欢的东西没有钱买就很难过啊，就刻了一个竹子的这个4个字，叫做有钱真好。就说如果我有钱，就可以买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我是他昆山中学时期的那个学生呢，当时就受他影响，他就对这个古董啦、古物啦、文物这些收集都有蛮大的兴趣，然后我也是住在他家附近而已，常常来这里工作室来聊天、来泡茶喝茶。苏教授对这些文物创作，他很多都是从那个古时候的这些纹饰啦，这些他里面的，包括漆器啦，包括还有一些他有收集很多的外销到欧美的那些瓷器。这些图案里面都有说他很多创作的来源啊，很多他都创作的那个基础。其实技术是一个手段而已啊，最后还是你的这个表现，就是你的艺术表现。这个就不是这个光学技术可以学，你要多看书啊，多看各种这个别人的作品，还要多思考。从小就很喜欢这个阅读了哈，这个古今中外的差不多都看过了。后来开始学读这个艺术系嘛，当然要买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书了。不过在早期民国40几年的时候，这类的书非常少，艺术书籍嘛，大概是当然传统的中文的啦，还有日文的，我看很多。那么我平常都保持这个，多年来都有订阅一些艺术杂志。有的人说书看过了就不要，其实这些书没有什么时间性的啦，大概都是随时你可以再看，都觉得很新鲜，都可以充实自我。他对艺术真的是非常执着啊！我们经常，我觉得这个一个人要做的好的东西，绝对不是说闭门造句就好，一定要多看啊！在这20多年中间哈，他觉得旅行那个
增广的见闻了，啊，开开眼界，能够观赏跟不同的国家、不同地方的那种特色、不同的艺术风味，来增加补偿、检讨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差别在哪里，啊，是不是在从这里面吸收营养？我们觉得说做艺术工作，如果是光是只啊没有一点广大的心胸，啊，眼界很开阔，你做不出好东西来，还会降气很重。所以他的不只是在纯的工作上，在人品修养上，这个都是他一直在朝这方面修养努力。在艺术界上，竞争是严苛的，唯有走出自己创新的路，才能跳脱以往的窠臼。中国宋代原有搔窠的陶作技法，皆属单层单色的技术，而苏世雄老师的釉雕，则是在传统技法基础上往前跨进一大步，多层多色且充满个人高度表现的丰美创意，经常是在看似传统的器型上赋以极具现代感的视觉美感，时而瑰丽，时而典雅，时而神秘，时而剔透，变化多样而富于质感，实为台湾陶瓷工艺的一大创举。我的这个制陶的工作是完全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来，自己动手，都不假他人之手啊啊！比如说从这个土，这个土选择这个使用什么样的土，这个就是一个大学问。就是说你要选对了，你要做的东西适合的土，而这个土啊，经过炼土啊，而且要调配，就几种不同的土啊混在一起来调配。因为我的作品近年来大部分都是用拉胚的，啊，这个拉胚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要做的非常的均匀，不然它烧出来一定会变形，或者厚薄差多一点，它就会龟裂。因为这个土的收缩率，在高温的时候，它的收缩率啊是，不一样的。至于雕釉，主要的是说你要控制你要雕到哪一层、哪一个颜色，手要很稳，眼睛要很锐利的，这是等于是把绘画表现在陶艺的作品上，而使用特殊的这个视觉效果，因为它是等于是浅浅的一种雕刻，啊，而且颜色不是画上去的，是刻出来的，跟一般我们画画是刚刚好相反。但是啊，先上很多层颜色，刻到我要的那个颜色跟形状，是这样子的。其实其他像我的这个雕釉啊，其实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釉料，我是上很多层，六层、七层、八层都有啊。那么釉很厚啊，这个釉料呢，它在高温的时候它会融化，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的上下的颜色会融合在一起。啊，或者严重的话，整个釉会流下来，所以这个釉料都是要自己调配，就是经过差不多两年多的试验呢，才啊，终于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啊。在陶艺的设计上呢，它完全是由工艺转向设计，所以它有很好的成就表现。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独到的一个独创的技法，在陶艺上有一个独创的技法。这个技法呢，我们通常称它为叫做啊雕釉法。那雕釉法它本身呢，就已经可以应用自如的，就把各种图像啊，把它放在这个啊陶器制品里面来。那它整个的色彩呢，是非常的丰富。啊，它的主要的元素是花卉为主的元素
啊。那花卉呢本身它是用我们设计美学当中的美学原理，就放射状的原理、点状的原理啊，这个渐层式的原理呢，去完成他的作品。那他的作品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多元的绘这个花卉绘画，那色彩也很丰富。釉色完全是苏世雄老师他自己，调配的。那其实陶瓷的表现方式有很多，尤其是在我们英歌老街这样子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环境下，那苏老师我觉得最特别是他的色彩，还有因为他最特别还有一个身份是他是从一个画家转型成一个工艺家。那这中间的落差是在于他的绘画能力，在他陶瓷表现上面是我觉得是跟一般陶瓷所不同的，不管他的色彩也好，还是他选择台湾四季的话会去展现，我觉得这个是他多年来一直的坚持，可是也一直不变，就因为不变所以让人更了解他，更想要亲近他。由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指导，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主办的国家工艺成就奖，表彰长期投入工艺、奉献工艺产业的杰出人士，给予尊崇与肯定。苏世雄先生则是2010年国家工艺成就奖得主。苏世雄他本身在他创作的时候就感觉很快乐，在今天再得到这个奖，其实只不过在他快乐上能够更快乐一点。苏老师其实在跟我们伊朗已经配合了很多年，尤其他得到国家工艺成就奖之后啊，我们在尽可能每一年都在伊朗里面帮他做策展，然后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去了解苏世雄老师他在我们工艺界上面的成就。这一次老师能够得到这个大奖，当他的学生我觉得与有荣焉啊。那我是觉得说老师这一生他这么努力到现在还是这么辛苦工作，可是他能够享受到他今天的付出，我们当学生真的很替他高兴。一介陶夫啦，日出而作，日夜也作啊，永远在跟时间啊赛跑啊。这个我现在已经都快80岁了，人生有几个10年啊，那么认真的去啊追求自我的工作。